莲创下历史新高，温度大家都热得受不了。而远雄海洋公园在今年暑假就首创推出了水加冰的双重凉夏刺激，不仅有全台首建的冰雪大炮，还有布莱登海岸的冲天水柱水花特效，两大全新设备结合了水花派对，要让游客在炎热的夏天可以清凉消暑。远雄海洋公园今年暑假推出了海洋冰风暴的主题活动，冰雪特效双重享受，用热情的音乐舞蹈带领游客一起玩冰放清凉。因为近几年那个全台的温度非常的高，尤其是夏天屡创新高，那我们也在园区在今年的夏天特别推出了海洋冰风暴的一个主题活动。那除了我们全新的水漾动感喷泉以外，我们特别规划了这个冰雪大炮的一个冰雪特效，那让游客可以直接感受到这个冰雪的冰凉的一个消暑的感觉。暑期的主题海洋冰风暴活动期间是从7月11号到8月30号，包括有酷凉海洋派对、冰雪大炮、冲天水柱，还有亲子人气戏水池、海豚 3D 戏水池以及水漾动感喷泉等等，并且有专为12岁以下儿童规划的专属动态游戏设施。海洋公园搭配观光局所推出的安心旅游国旅补助方案，也推出了许多的优惠折扣。今年暑假，花莲的远雄海洋乐园要让大家彻底清凉，完全消暑。谢吕慧，生活乡报道。